这看是一根简单的数据线，曾经售价高达10000多。你们知道它的来历吗？没错，它就是传说中的苹果工程线。它的功能超乎你的想象，只要一连上苹果电脑，就能把你 iPhone 里的每个零部件独有的序列号全部读取出来。这意味着只要这台手机拆修过，换过屏，换过壳，哪怕只换过卡座这种小零件，零件的序列号就会对不上，就能立马识别出这是一台拆修过的机器。苹果返厂维修，官方就是利用这个技术来鉴别你的机器是否动过手脚。下期视频，宝哥带大家去批发市场采购几台苹果手机，然后现场检测一下，看看曾经的山寨王国华强北的二手机到底有没有原装机。